我的祖父曾经告诉我关于奥古斯都的时代，那位皇帝将罗马从一座砖城变成了一座大理石城。在他的美德和谨慎的引导之下，奥古斯都帝国的疆域非前代可比。作为一个横跨地中海以及其他地区的庞大城市群，其他痛苦而残酷的世界无不羡慕他的繁荣和康宁。70年，十位皇帝以及无数次内战之后，那个黄金时代成了遥远的回忆。曾经照亮世界的星座变得堕落不堪，现在只不过是模糊又虚伪的黄道十二宫。然而，我们当中有些人仍然相信罗马。年轻时，我追随父亲和祖父的脚步进入军团。20年后，我是第七军团司令，马库斯·乌尔皮乌斯·图拉珍努斯，也是图密善皇帝北方战争中的老兵。元老院的贵族们鄙视图密善，因为他不愿屈从于他们的异想天开，但他对军团很好。现在，他号召我们平息萨图尔尼努斯的叛乱。这个总督居然敢建号称帝！我戎马一生，非常清楚，士兵的鲜血是富人权力游戏中的钱币。但当罗马召唤我时，我必须要去。我将向北进军，在内战开始之前就将其彻底扼杀。背叛和疯狂威胁着罗马，我能指望你拯救罗马吗，图拉真？这些土地上充斥着叛军败类，把他们赶走，把附近的军团集合起来，消灭这个叛徒。皇帝一直对我们很好，我们现在不会抛弃陛下的。非常感谢图拉真，这些增援部队正是我们迫切需要的。篡位者和内战，我们应该好好修理这个反叛的总督。有了我身后的这些力量，当然还有你们，我们将所向披靡。我们的皇帝需要我们，收拾一下，快步前进。干得好，看来你是个值得指望的人，图拉真。Oh, no.
你是暴君，是疯子，图米山。我来这里是为了结束你的不公统治。我被攻击了，派人来帮忙抵挡这次攻击，快！
把这些叛乱分子的头颅送来我这里，让他们来装饰我的营地。走。Russell。 盟友在哪里？他应该和那冰层不可能在一月份融化。要是我知道有假朋友是什么感觉就好了。 罗马人说，财富偏爱大胆的人，但他如何在两个勇敢的人之间抉择呢？在我的手下把萨图尔尼努斯拖到我们无情的皇帝面前时，这个问题让我感到困惑。我想知道他最后在想什么。
他后悔没有预料到我的军团会及时到达前线吗？一月份河水居然解冻了，真是罕见。他的盟友因此无法跨过莱茵河，他会诅咒命运吗？这并不重要，答案随他而逝，但我们皇帝的愤怒却丝毫未减。从加冕那天起，图密善就是一个坚定而大胆的君王，但他亲近军团和平民遭到了元老院的鄙视。当图密善潜在的偏执开始吞噬他时，他的愤怒像熊熊燃烧的野火一样席卷了帝国。战争结束后，无数人被捕，反对他的元老们像普通罪犯般被处决了。当宫廷重臣忍无可忍时，皇帝被暗杀了。